Hello，Hello， 跳舞不漂亮，宝贝们，漂亮。星星的露丝，香香的露丝，软软糯糯的露丝，是的。今天是带着礼物来的 ，Hello， 小小你好 ，Hello， 我们的露丝，大家好。今天呢是给大家来送福利的时候啦，太棒了。刚刚他拿着这个爱心礼盒，虽然你是第三次来，但是这次圣宇怎么样？要带见面礼了吗？对。今天呢，我准备给直播间的粉丝们准备了一些见面礼，里面呢有一个九色的眼影，两支口红，一个散粉，还有签名哈。这个东西不值钱，什么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的签名啦。今天有好多好多礼物可以送，哇，好多好多。而且今天的新品确实是让我大吃一惊，大吃一惊，确实是也跟我今天的哎这个穿搭，太酷了，好辣，太酷了。这是可以讲的吗？这是可以讲的吗？这可以讲的吗？哇，虽然还没有开始抽，我已经开始替这个幸运宝宝提前开心了。我宝贝们，现在直播间是1859个宝宝，把我们的欢迎露丝四个字继续刷起来。等一下的话呢，就让咱们的露丝宝宝亲自给咱们去抽一个宝贝，然后点亮粉丝灯牌。我也在直播间哈哈。现在是2060个宝贝，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露丝。我自己在给自己送礼物，怎么用手滑点了个小星星是不是？对。来宝贝们，等一下的话呢，就是让他随机来抽一个哟，已经替你们开心起来了，好不好？欢迎露丝四个字啊，怎么回事啊，宝贝们啊，怎么今天夸漂亮漂亮？礼盒呢？来，欢迎露丝四个字刷起来，粉丝灯牌点亮起来，美美香香的露丝就要给你们抽奖奖喽！哇，快点录屏，宝宝们，抽什么奖？录屏吧。就从这里跳到结尾。今天是要把没有录过抖音全录完。咱们今天就直接跳，直接就跳到结束吧。行，那就结束啊！直接收工了，收工。礼物都拿走了吗？来，宝贝，欢迎露丝四个字刷起来，我们要准备截图喽，宝宝。那我们就让露丝来倒计时5秒钟，根本没人配合了是吗？骗人！你看，全部都是。好，让你检查一下。来，吴小姐，5、4、3、2、1。哎呀，不好意思啊。锁屏了，我先再看一下下。我来嘛。很离谱。锁屏按哪个来着？来，宝宝们，粉丝灯牌点起来。5、4、3、2、1。来，这次咱们就是不会错了，看看啊。欢迎露丝，像拖拉机的猫，看到它了，我们的宝宝们。你好，像拖拉机的猫。欢迎宝宝，我来给你点个关注哈。就是恭喜宝宝，恭喜你。私密账号，宝宝，私密账号，请大家就是说这个自己联系我们的后台，好不好？我给你截图了啊，自己联系我们的后台，像拖拉机的猫，咋回事呢？不提前把私密账号打开。那宝宝，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主场了啊！对，今天我们不只有这个礼盒，还有188一套的综合盘加唇釉，139米三支的唇釉，以及各种各样的套装，每一样呢都有好多赠品送给大家。而且今天的赠品，我觉得你们是绝对会喜欢的。赠品是这个，对不对？赠品是包包，包包，竟然是包包，是包包，我觉得太神奇了！完美日记为什么卖包啊？咱们就是开始出包了，对，哇，很好看，宝贝们，这个包包就是感觉就是非常适合夏天出去玩。而且日常那种穿搭，非常非常适合，而且它是这样的，可以抽纱了。等一下，给大家，这里有一个，这个包包是可以一包四用的，还可以这样背的，就是一个单肩包。为什么我喜欢？小休闲。为什么我们背起来像卖票的？我也挺像卖票。实话实说，为什么我们背起来像卖票？露丝背起来是那种时髦巾。来，宝宝们，来，那么接下来的话呢，这个包包喜不喜欢？等一下的话呢，也会放在我们露丝老婆的这一个链接，喂，刚喊了什么？专属链接的福利里面给大家。好哇、哦，好不？那么像大家都知道，我们露丝不管是在生活里呢，还是角色里呢，她妆容造型都是会刮起一种那种同款风潮，就第二天搜“露丝同款”四个字。今天这个妆容喜欢吗？喜欢。宝贝，喜欢刷起来好不好？把“喜欢”两个字刷起来。展示哇哇，好的哇，精神有问题吗？哇，是真的很漂亮，直接就是明天就搜露丝同款这种牛仔丹宁妆，好不好？而且对，最重要的就是我今天这个妆完全就是我们这个新款丹宁系列化的，所以我真的对它的角色还是蛮了解的。
有两个颜色的盘嘛，我们俩一人用了一个颜色，对不对？咱们就是一人一个，一个是粉盘，一个是粉盘，一个是橘盘，橘盘。然后像这里的话就是露丝同款的一个粉盘，然后呢这一款的话就是感觉那种甜甜辣辣酷酷的，对不对？对。但是我今天呢打底是用的粉啊，但是我重点呢还是因为用这个盘画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适合丹宁的小烟熏，所以我觉得这个小烟熏大家不是前段时间很火吗？对对对对，那个吗？啊啊！我摇起来，对不对？摇起来。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很适合我们的夏天，可以画一点像我这样类似的小烟熏。对，然后因为它这种蓝色都可以在前面就是做提料，而且它这个盘不是说就很厉害吗？就是什么都有，对不对？对呀，我们这边它里面的话呢是会有个这种隔膜嘛，你可以看，给宝宝看一下，这个的话呢会有个塑料片，那不要收到它这立刻马上丢掉了啊。对，他们仔细看一下，它会有写到我们的眼影呀、腮红呀，然后我们的修容啊、高光，对。它这个就是腮红了嘛，提亮，然后修容，然后都在里面了，所以一个盘现在是一盘多用，你基本上不用再买一些就是什么修容啊什么的，很麻烦了，这一个盘就 OK 了，还省钱呢，还省钱。而且呢这种就有这种贴片的话就比较适合那种新手啊，他刚刚拿到手就是啊什么颜色，两眼一蒙的那种感觉，这样就可以一步到位，一步到位，而且没有一个多余的颜色，就是确实，就是每个都可以画，对，一个妆都全部可以用上。没有什么多余的，就是你不是选择很难的，因为像这一次它直接不叫眼影盘了嘛，之前出的都叫做眼影盘，这次它就叫做综合盘，咱们做的就是一个一盘多用，没错啊，它就是不仅仅可以画眼影啊，像平时我们的腮红呀、修容啊、阴影啊，也是都是可以用这个盘去一步到位的嘛，是吧？没错，而且像这里面的标注都是很比较清晰的，像那种新手他可能会觉得蓝色可能我不会画，拿到手咱们就会啦。没有哎，因为它这个蓝色怎么说，因为我今天就是用蓝色的，其实你看这个蓝色它上眼睛之后它是不是那种很夸张的欧美的显色盘，它就是一个很日常的盘，因为我拿蓝色是打在眼头这个地方提亮，其实做提亮来讲是很漂亮很漂亮一个颜色，所以我觉得这个盘呢它完全是很日常的，不是蓝色就会让大家觉得好像有点害怕啊，但是它这个蓝色蓝的非常的综合，蓝的很好看，不会太夸张，对，不会完全不会夸张，因为它还是跟那个粉调跟橘调搭的，所以这个蓝它在里面只是起一个小夏天的一个小作用，对。像这个，像露丝今天用的是02，就是我们的酷粉嘛。对。然后像我今天用的这一盘的话，就叫做01，然后叫做暖橘丹宁。其实你可以对比一下这两个颜色，你把它摆在一起看一下，对比看一下，有这种感觉的差别吗？你看，像你那一盘就会明显更加的清新啊，更加就是。砰砰的感觉更加那种清爽一些些，像我今天用的这个这个暖橘的话，它可能就会看起来更加适合一些黄皮宝贝啊，包括说平时新手刚开始入门的，这个是大地色居多，对，新手刚开的话是大地色嘛，对，它就是大地色也有啊，那种晚妆的蓝色闪片的也有，就是比较多功能。我觉得它橘调呢就是会稍微比粉调这个显色要浓一点点啊，那个显色要浓一点，因为看我们俩这个就能看出来，你这个就是能不能给全景啊？是怎么回事啊？这种时候就是赶快切全景啊！它就是橘调，然后我就是粉调，我们俩就是完全用两个盘，对。继续，就这样讲吧，就这样直播吧，我们就这样直播吧。哇，好变态啊！直播大尾巴，好变态，我喜欢。把羡慕两个字全部刷起来，好不好？直播间。1.7万人，没有羡慕的吗？没有想魂穿这主播一下的吗？看到吗？而且我是可以靠近看到他眼睛上的亮片，就是他眼睛上每一个那种亮闪闪，我是每一个都可以看得到的，宝贝们。就是很闪，它里面这个很闪，宝贝们，这个真的很闪，给你们试一下。这个能看得出来吗？哇，它就是你在那种不一样的角度的时候，它会有那种清透的感觉，就很像你皮肤自己的光泽感。再给你们看一下，加重点给大家看一下。好看，好看，明显的，对，很闪。对，但你看啊，它其实是蓝色的，我是用的这个蓝盘，但我用这个就做提亮，因为它上眼之后完全不是蓝色，就是日常的那个光泽，就是高光，就是非常棒。
大家要记住哦，这一个就是尤其啊，就是不管你们买的是暖橘还是酷粉，它其实里面都有这个蓝闪嘛。这个也是我们这次做的，像变色龙，最近不是很火吗？那变色龙就是涂完之后，你在不一样的那种光泽的角度下面，它会有不一样的折射。没错，你看，你看，哎呦，就不管是那种白天晚上，眼头就是有就漂亮。然后如果你们出去玩，像露丝这样穿这种小露肩装啊，没错，那个小锁骨上面，对，这个是可以有一点这个小心机，小心机，这个蓝闪就这个锁骨上面一条，哦，有了有了，有的有的，好漂亮，有了有了，这个。这个虽然我很想让摄影老师切近景，但是应该不可以啊，直接直播间直接就直接没有的，但真的很好看。你看你现在动的时候，对，你那种一动那个角度上面也会有点那种小心机的感觉，又不会说很夸张。对，学起来，好漂亮，哇，肩膀也可以哦，到处都可以拖，咱们的肩膀头子也来哦，很适合到处都可以拖，哦，到处搓，哇，斩男又斩女了啊！啊，斩男又斩女了，斩女拉的，斩不斩男不知道，反正斩女是肯定的。啊，这个搓一搓也很漂亮。对啊，它这种细闪，因为它不是那种粗糙大闪片。包括这一盘的话，无非就是说腮红啊、眼影啊、修容啊，全部一步到位了。而且它这个，它总共的话，我记得当时是有将近几克，16克好像是。就是你随便对比现在那种眼影盘，那种克数都是非常炸裂的存在了，宝宝们，所以说它就是一盘多用。嗯，对，然后像下眼线啊、卧蚕啊也可以全部用它搞定。嗯，那其实这次我们发现除了它整个很多功能啊，可以看到我是大拇指，然后呢很多功能很漂亮以外，其实这一次我们的包装有没有感觉非常的不一样啊？有，哦，对对对，这个太棒了，这个设计，这个设计真的太棒了。薇薇，你们完全就可以这样子，这样子化妆，哎，你不用再这样化了，哎，你不用再这样化了，哎，你不用再这样化了，哎，也不用这样端着它，哎，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手上，就这样子就可以化。它是那种牛仔布的，就摸起来跟之前那什么纸壳啊、塑料啊、亚克力啊，完全不是一种手感。它这个后面你给它看，它就是拼皮的那种感觉，对，这种很时髦。这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设计，眼影盘的化妆里面，对，丹宁，怎么就是拿起来就是那种起范儿了？拿个刷子，不管你会呢还是不会呢，它就好像很会，好像很专业，专业的化妆，很专业。像这种盘你平时比如说旅游啊，我看你经常在房车里面，对不对？对，有的时候你在现场补妆也好补啊。嗯，就镜子也有。对，因为之前比如说我戴眼镜啥的，有些时候还可能会要人帮我拿着，然后我才能这样子正开戴。但今天呢就不用了，你就可以直接这样的，直接就可以这样子化妆补妆，很方便哦。对，就可以一直这样。哎，前段时间不是那种流行的什么旅游特种兵，2天刷完什么什么东西，在那种高铁呀，就高铁不是那种小桌子吗？上面也可以用到这个，对不对？哦，对，它因为它后面不仅手持嘛，这个你把它完全抽出来，它是可以哎挺住的，然后你把它放在这个斜在这个桌子上面，它是可以直接立在那里。哦，这个行哎，啊，这个可能看不到，那咱们就放在这样，对，它直接这样立在这里，然后它就是可以当做那种直立的镜子，你直接双手解放。嗯，你刚刚是就一个手解放，现在是双手解放。这个棒哎，这个设计真的很棒，喜欢吧？喜欢，嗯，喜欢啊，喜欢。哇，已经迫不及待要上链接了，是不是？知道这个活跃一下气氛，这个。那其实像我们刚刚说的，无非就是它功能很多，很耐用，然后它整个外观都长得很漂亮。那其实作为女孩子，我在乎的，比如说化完妆之后的妆效，那你比较在乎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像如果我们拍戏或者是去拍广告。就会比如说就会长时间带妆，一般啊我们会带一个大概12个小时吧，12小时。对，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可能会有不持妆的情况，对不对？但这个里面有一个成分就很厉害了，叫做什么？叫做我们的丝玛洛兰技术，宝宝。对，那个技术就是我们之前那个粉散粉里面的，没错。哎呀，不愧是老朋友，宝宝都记得，很棒。因为我们就是包括说完美日记的老粉哈，包括像我们露丝的粉丝宝宝应该也知道，他之前会用到我们家的底妆，是一款散粉。散粉干嘛？就定妆嘛。定妆里面会有的一个丝玛洛兰技术，它这一次也是创新的添加在了我们的眼影盘里面。那这样子的话呢，它整体上脸之后就可以做到一个防水呀、啊、
防汗的一个效果啦。反正咱们光说可能大家也不太相信，不然就往我脸上泼水啊，不然就两位姐加点卸妆水。他之前让我们做防水测试啊，这里就给大家，我们准备多少人啊，7万人啊，给他讲一个小故事哈。我们之前做防水防汗测试的时候，我们的运营小哥他往这个水壶里面他倒错水，他倒的是卸妆水，然后我们在大家直播的时候说来宝宝们它是防水防汗的，我们结果全卸掉，然后就往下滑，然后主播就扔掉，对，都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知道在怀疑谁，就一次一做测试，是他，天哪，这里面是水吧？这里面是水了，真的是水吧？真的是水。那咱们测试一下，真的吗？真的是水吗？真的是水。那翻车就是是啦是啦，亲自闻一下才行。咱们为了今天的，今天翻车就带着我一起尴尬。来，宝贝，那咱们既然这样，我们就开始测试一下下吧，挑个颜色。来，我选个哑光的，露丝也来选一个包。我选一个，我选不管是粉盘的橘盘都行，哑光吧，粉的。好，好，我放我这吗？可以啊，都行。它是那种奶乎乎的那种奶粉，其实它可以打腮红，就是打腮红啊，打底都会很好看。可以打腮红，就还是这个，我这一盘的妆效是比较薄的，宝贝们，比较淡妆的，比较淡妆。然后包括说我们刚刚不是讲到它能够画眼线，它能画眼线吗？眼线膏其实它就是我们每一盘里面这一个最深的颜色，我们等一下可以把它画一个眼线来试一下下。就拿这个刀锋刷嘛，然后去刷这一个眼线膏的颜色。这个油膏的话呢，因为大家眼线怕什么？眼线才是真的怕晕妆。对，眼线晕掉之后就是一坨。就像我这个，宝贝们，我今天是2点不到开始化的妆，然后到现在没有补过一次眼妆。我的眼线就是用这个盘化的，所以它我没有补过一次，连刚刚那个唇膏都是刚刚补的。唇釉过会儿来跟大家介绍啊，也是一天没补过，然后现在主要就是这个盘它完全不会化妆，这是我觉得最牛的地方。今天一天啊，我还拍摄了别的东西，但是完全没有晕妆啊，真的很棒，这么厉害。因为夏天马上要到了，夏天马上要到了，如果你不要备一个这样子不会晕妆的这种眼影盘的话，这种化妆品你到夏天的时候不停的在擦妆会很难受的，真的相信我，一定要囤一个这种就是防水防汗的这种。而且我们是有专利的，我们不是说说而已，咱们就是证书，上证书，咱们上证书。我们这里的话呢就会有一个我们刚刚说的抗氧小蓝锁的一个技术嘛，咱们证书在这里了，所以说不管是做测试也好还是实打实的证书也好，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色彩呢不再说容易脱色呀，包括说里面还有个疏水防汗的粉质，其实这样听起来很就是很专业，可能想象不到。那你可以想象，就比如说荷叶上不是有那种水珠吗？水珠滴在荷叶上面就滋溜一下它就滑走了，就这样的效果。像水它溅上来啊，你是夏天像你穿这种就很适合去水上乐园啊，冲浪啊，海边啊，那肯定是有那种水飞溅过来吗？没错，夏天不怕，宝贝们。那我们现在直接过来做个测试，在高温环境下面它是可以12小时有效持妆，咱们现场的话呢就是直接喷水，宝贝们测试一下，做个测试。包括这里面的话它是有个眼线膏的一个嘛，我们就可以拿这种刀锋刷画一下，就是用这个眼线膏，重复不停的重复，就是画这个眼，全脸都要让大家学到。对对对，好看。等一下蹲住直播间，咱们这个唇釉也是有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眼线，那包括这眼线刚刚都说了嘛，怕化妆脱妆，咱们给它现场画，咱们就现场喷水测试啵。喷水环节来了，来了。因为他已经被自己美到了，没有，来来帮你喷好不好？真的吗？哦，来，好贴心啊！哇，根本不掉，真的一点都不掉。阿伯可以看一下，多下了。来，黑老师看一下我们这个留下来的水珠，搓都搓不掉，都是干干净净的，对不对？干净净的都不掉。就你平时的眼影盘，你别说平时眼影盘，别说湿着摸，你干着摸都是一摸它就滑没了，对不对？对，这个干干净净。然后我们拿个纸巾过来，我直接往上面去压一削削，咱们把它继续来，咱们又不给我镜头呢？虽然可以不给我的手镜，不给我人镜了，但是要给我的手镜头。来，宝贝，看到吗？纸巾上面这样子压掉那个水珠，它都是干干净净的，就完全把它沾干。一点都不掉，一点都不掉。但是我们再用这个卸妆湿巾啊，对，这个是卸妆湿巾，对。
但是又很好卸，对不对？对啊，我不会说啊，你涂上去了，它就像长在你皮肤里面一样，卸都卸不掉，那就肯定不是的。所以说它是不仅仅可以防水防汗，让你们的美丽就能保驾护航，而且对你们的皮肤也很安全，也不用担心有残留什么的。大拇指是不是？送宝宝，宝贝们，这个链接现在出来，这个链接188，这个链接188米，这个链接就是送包包的。它里面有眼影盘，有唇釉 ，rap 了一个，唇釉，然后呢，那个眼影盘，然后还送一个大包包，这三样东西哦，平时是没有这个优惠的。来，咱们，话不多说，直接上链接好不好？因为刚刚我们大家看都是我们的丹宁盘嘛，然后对那个眼影盘就非常非常的心动，因为我们说眼妆、高光、腮红都有了，就差什么呢？彩唇釉，所以说呢，我们露丝专属链接就是一个眼影盘、综合盘，再加一支唇釉，然后再加赠咱们露丝身上背的这一个小包包。来，请露丝给我们各位粉丝宝宝们展示一下这个包包吧。包包展示一下，对，好看，好看，哎呀，好时髦，很时髦。它这种夏天的时候就很清爽， 对， 对不对？而且它这个包包真的很能装，还可以调哦。对，大家收到手的时候，你就不要说啊，怎么我收到跟露丝不一样？来，让我们的露丝给我们的大家教一下怎么去用吧。那我们就是把它给这样子，对，它就是一包多用的哈。对，把它扯起来，扯起来，扯起来，就可以从那种斜挎单肩的，对，变成这种很时髦的腋下包、云朵包。哦，打个蝴蝶结，对，这个就是按自己喜好。哦，还能手腕哦，对，哦，还能手拎包，这样子也好看，好看，真的好看。那咱们这个，我说实话，我们这个包包之前就是卖188的，哦，很，而且买的很多，所以今天是送，今天咱们就直接送给大家。因为今天的话呢，咱们今天的价格，露丝专属福利价格是日常这个眼影盘单拍就是198，然后呢，咱们再加一个这个唇釉，然后我们露丝今天涂的是36号色，大家喜欢露丝同款的可以涂这个36号色，两个加起来是不是已经超过了200多了，将近300。然后今天到手只要今天真的很划算，188，然后再加赠我们刚刚露丝身上背的那个包包，没错。然后现在直播间是有10万多人啊！哇，换什么脸啊？为什么说我是换脸来的？为什么说是 AI 呀？为什么？因为刚刚美到像 AI 是吗？对，因为刚刚有看粉丝说让我别歪嘴，我最爱歪嘴，就歪嘴才能代表就是我本人嘛，真人。来，那现在我说实话，现在11.4万人，那我们大东准备一下链接，那这个准备好了哈，那露丝准备给大家上多少单？今天我来的时候，他们就说可以随便叫，是吗？随便讲，主要当初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啊！对，真的没想到。那我们就来个600个，哇，600个是不是？600单，600个，撑个半分钟吧，30秒吧。600单可以吗？600单30秒。真的，宝贝们，真的，你们相信我，他们提字机上只让我给300个。宝贝们，你们要相信我。这我犹豫了一下，我都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走出完美日记的直播间。咱们到提字机上写的300个，对，提字机上写300个，所以我在时间要600个，好不好？可以吗？600个，好。好，可以了，那我们就准备上链接喽。来，我们一起倒计时敲铃喽，3、2、1，上链接。来，我们敲铃。知道我们在扫黄车的1号链接，大家赶快刷新去拍。弹出来的链接的话呢，快点，快点，在这种急促的敲铃里面迅速拿下600单。然后你们是可以上面选一个，下面选一个的，因为这次的话呢是开放组合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手机上面，它这是188嘛，我们点这个去抢购，我们去抢购的时候呢，它这个是对开放给大家的，包括说刚刚露丝用的，来，你看上面我们可以选唇釉，你们喜欢什么颜色自由加购就可以了，然后下面的话呢选择你们喜欢的眼影盘，就是自由组合嘛，不受限制嘛，然后两个加在一起只要188，然后拿下，感谢宝贝们。谢谢，然后收到时候呢就会多赠送一个包包。好，宝贝们，那你们抓紧去抢购，然后按自己的喜好去挑。怎么会不像我呀？因为我今天是用的这个丹宁牌啊，宝贝们，
我今天用的是这个丹宁牌，画的是这个小烟熏，就是感觉跟平时的露丝很不一样。对，因为今天我们不是主打一个丹宁夏日风呢，所以今天的妆呢主要就做了一个小烟熏的妆，就完全是用这个盘来做的一个小烟熏，但我觉得很喜欢，因为它有一点轻欧美了，我就会觉得就是还挺不一样的，挑战很不一样。因为像露丝平时这种甜甜糯糯的，然后淡妆清清爽自然妆比较多嘛。可以啊，我觉得我们的妆容啊，女孩子我觉得审美啊不一定你说人家觉得怎么好看就是好看，一定要取悦自己，你觉得自己今天的妆要改变，要做一个不一样的感觉，你就去做，就去做就好了。夏天到了，我觉得好多东西你们都完全可以尝试，又是一年的夏天马上开始了，要珍惜啊，要珍惜，全家掌声。对，我们直播间其他们上10.2万人，可能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妹妹，我们的女孩子们。那么其实大家也可以就是把刚的话听进去，因为不仅仅是说要跟着大家现在的比如说风潮啊，没错，然后去画一些比较符合大众审美的妆容啊，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嘛，自己是什么样的风格，而且女孩子真的是百变的哈。对，去取悦自己，去取悦自己。然后包括这一次我们做的是那种假日，就是那种度假风嘛。你度假的时候当然就是我平时不敢穿什么，咱们就穿什么哦，平时不敢画什么样的妆容我们就画什么，对不对？对对，大家可以勇敢去尝试一下下啊。而且这一次其实的话呢，更多的颜色是更加日常的嘛，像我们刚刚那个粉色系啊、大地色系啊，其实都是比较日常的颜色，可以大家理解为平时不敢尝试这些蓝色系比较特别的颜色的，这一次我们直接放进去，实用性和玩妆全部都有了，好不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露丝给粉丝宝们送福利的环节咯。那我要怎么做？我觉得你在那里就是跳舞，大家就已经在录屏了。那么这边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有准备10打10的两个露丝的亲笔签名的礼盒。来，我们就玩点小游戏吧，默契小游戏，然后来找出今天这两个幸运宝宝，就是他手里的礼盒哦，送亲笔签名礼盒喽。来来来，那我们就游戏就准备开始，那我们给他讲一下规则了，好不好？我们规则的话呢，想要想要 ，OK， 大家蹲在直播间，把粉丝灯牌亮起来，然后呢，把我们的关注点起来。我们今天的规则就是，由我们的露丝在纸板上面写一个数字，然后呢，从0到9都是可以的，哦，从1到9都是可以的。那他们要先猜吗？就不给他们看了，因为另外一个数字由粉丝宝宝来决定，由10.3万人来决定，好不好？你们的话呢？我完成了，已经完成了。快吗？不知道，不知道，你没看到啊，宝贝们，你们在公屏上面扣一个你们喜欢的数字，也是一样的，1到9都是可以的，好不好？咱们就默契游戏嘛，看一下默契嘛。那么他写的这个数字，我们等一下会在哇10.2万人里面挑第这个数字的人，好吧？第这个数字的人。那么接下来的话，你们扣出来这个数字，什么1、2、3、4、5、6、7、8都是可以的，1、2、3、5、6、7、8、9都是可以的。咱们组成一个数字。比如说你扣的是1，他们也是1，那咱们就是第11名，啊，你扣的2，他们是2，咱们就第22名，可以理解不？宝宝们，可以。咱们所有的宝宝就准备先来公布一下我们露丝宝宝的数字波。我的数字是什么？多少人？宝宝们猜一下哈，来，8号。哇，哇，好可爱。是那种，就是那种音效，就那种土拨鼠，就那种突然，冰果，土拨鼠。来，那咱们的第一个幸运宝宝就是我们的第8名，我们会在这个在线的哇，10万人挑一个，好残忍呢。来，1、2、3、4、5、6、7、8，咱们就是公平又公正，找到了这个小宝，第8名，看他的排名是第8嘛，我们就点一下他的名字，然后给他点一个我们的小关注。他怎么这个名字我不喜欢？他叫做穷，我不喜欢。改掉叫富，对，给他点个小关注，下播联系我们的客服宝宝。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公屏继续刷，咱们等一下321露丝睁眼的那一瞬间，看见哪个数字多，咱们就选哪个数字。来，3、2、1、8，还是8？你们自己看一下单位，宝宝，你们自己看公屏还是8？对，反正这就是。咱们的默契游戏完成，那么就是第88名，咱们在这个在线列表里面跳到第88个宝宝，难翻是不是？哎呦，有点难翻，有点难翻，幸亏没有让你们写很多哈，10万个人，我如果说不限数字，你给我写5位数、6位数，88，哇，88的名字更厉害，叫帅哥，你看到了吗？叫
到帅哥，恭喜我们的帅哥。这个跟我很搭耶，我的名字叫美女，叫美女。帅哥啊，你们可以在10.2万人里面找那个叫美女的 ID， 因为她是用自己的手机在看直播的。哦，真的？哦、没有，我就是用我的大号，抖音大号赵露思。在看直播，我没有小号，我没有小号，我的粉丝应该知道我这个人没有小号。大概10万人里面，就是找赵露思。你有看到我在送礼物吗？看了小星星吗？那他们，你看这个小星星刷到什么程度？那完了，找不到你，那你刷个嘉年华吧。那我是不会给的，那我是不会给的。刷个嘉年华吧，那我是不会给的。好，那么恭喜我们刚刚上的两个宝宝都可以拿走咱们今天默契游戏的小礼物喽。那么刚刚没有被选中的宝宝也不要灰心，因为今天是露丝会持续给要送福利的，好不好？大家对，还有呢，多着是呢，这只是第一个眼影盘开始了 ，baby 们，之后还有。口红，口红喜不喜欢？哦、想不想要口红？喜欢。口红必须要囤了吧，因为马上夏天到了，口红难道不囤吗？囤。而且这一次的口红，你们看我平时很，我知道为什么你们今天觉得我不一样了，因为我今天我专门选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裸色的口红，专门来搭我这个牛仔风的这个衣服的，所以这个跟我平时选的颜色都不一样，我平时的颜色都会，比较。嫩一点，甜一点，就是比较显色度高一点。但今天是裸色的，裸色的，裸色的。可是我好喜欢哦，欧美的。就是它出，我一直盯着这个反抗里面。好色。我今天用的呢，就是这个了。进来就很漂亮，华浪天堂。对，它今天涂的是我们的36号色、这个、华浪天堂。然后呢，像我们的唇妆的话，就让我们的，哎呀，这涂起来了，直接变成水吗？哇！哎呦，好漂亮！真的，截图当海报吧，以后那种直播封面图不就出来了吗？快点，这个颜色真的好好看，信我，一定要信我。刚刚你跟我说那个叠图也很好看，好嫩。对，这是第一个颜色，36。今天是我今天就涂的36。如果你也喜欢，就是想要像我一样再尝试一个新的一个感觉，或者是你本身就平时就是一个轻欧美的一个美眉的话，这个颜色一定要囤，关键是完全不干。但我今天这个哈，我涂了一点，不好意思哈，我刚刚上来之前，我怕我话说多了，所以我涂了点唇膏。但其实它是哑光的，其实是哑光的哈，不好意思哈，给大家看一下啊。哇，它擦掉给我们重新涂哎，擦掉。哇，好成分啊。好贴心。我们再认真看一下这个颜色哈，现在是完全没有颜色了啊。哇。那你本身唇色也很好看。嗯，我自己唇色比较深。好闷，全场好安静，都在看那个反看，全场都在看他涂，而且我这个角度看更好看，好漂亮！哎呦，对啊，我为什么要看镜头呢？我要直接看他不就好了吗？啊！不好意思、啊，有你14万人，把羡慕两个字刷起来，朋友们。这个颜色就是不管你怎么补呢，它都不会深的。然后呢，会非常非常的很好看，很自然。你们再自己看一下。那其实这个妆像今天搭你这种小烟熏，那种蓝色系渐变蓝小烟熏，它是有点那种小欧美啊，比较辣。但其实你想想，比如说你眼妆，你再换一个平时那种比较日常的那种大地色呀，什么那种粉色系呀，就非常日常。它也很搭，所以它很百搭。36号色，对，买不买？买了。来，36号色，那就比较推荐上这个就。没有什么指定人群了，对，36，这个没有任何指定人群，对，就是不管你是黄皮的宝贝还是白皮的宝贝，你都可以囤，这个颜色完全不挑人，就是打底色，这待会儿我们还要推荐一个颜色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叠加，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对，我们下一个颜色可以做叠加，但这个颜色作为打底来讲，36是一定要囤的，不管是单图还是叠图都一定要囤的，36。大家先把这个数字记下来，因为等一下的福利不是一支装，是3支装。好，那我们下个颜色来看一下我们的刚刚是不是推荐那个37啊，你说叠图那个对不对？落日热吻。你都听了，它都是热吻了。三七好推荐，它都热吻了，它必须得什么？它必须得能盖出颜色。啊，它都热吻了，看一下多热，很热。但这个呢，它也不是那个亮的哟，它也是，但是它非常显白。啊，这个真的好显白，非常显白。我给你们涂一下吧。它这个叠涂，你叠在中间那里一点点。而且很丝滑，看他涂的时候，36叠涂好，37好。哎，我突然就是更加就感觉提气色啊，精灵这些，对不对？看37，甜辣甜辣的。
而且你这涂上去好显白，真的长难了是吧，杰哥？真的长难了。咱们的运营小哥就是，这可以吗？这个颜色，这个颜色非常非常漂亮，非常你看，直接手都显白了。对啊，就是直接手都显白了，皮肤都会亮起来了。但实话实说嘛，这个颜色肯定是比三六的话更显白了，因为三六它作为一个打底色是非常非常棒的，也是轻欧美必须要囤的一个颜色。但是这个颜色就是你日常单涂都是 OK 的，单涂都是 OK 的，不需要任何打底。但是我今天是打了底。也可以像露丝这样子，就是做叠涂，先涂三六嘛，然后再涂三七嘛，然后它就会有那种花瓣唇啊、咬唇妆呀，哇，是那种，就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对，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反正他们两个本身已经很漂亮了，叠涂在一起就是那种一加一大于三。对，而且宝贝们，这个我觉得它最好的一点就是什么？它丝滑，因为很多像那种哑光的这个质地的，它都会很厚。厚了之后你的纹就会卡出来，会卡纹。我觉得哑光唇釉就是一定不能卡纹，卡纹了就会显得我们的嘴唇很干，它就完全不会。你看一下哦，不显唇纹的，就是很饱满的状态，但是我也感觉像那种多猪油嘴啊都不会有，它是那种哑光丝绒的。哎呀好漂亮，好看哦，真的好好看。你就这个颜色真的好看。三七十一，来三七三六三七，你们一定要用这个。那我们还有两个颜色，是三四和三五，也蛮特别的。三四三五也蛮特别，这个是偏棕一点的。这个也很好看，但是这个棕还蛮厉害的。我可以有试纸巾用，对不对？我可以帮你们试一下这个颜色，每一个都试一下吧，好不好？这样你们买的时候会更可以买，一定可以买适合自己的颜色。但我们今天三支优惠嘛，对不对？可以多选择了。像我们直播间的话是不会开滤镜的，也完全没有开美白。对，所以我们咱们就是主打一个真实试试，要不然你回去之后拍这个颜色买的，哎，不一样，很奇怪，对不对？三四，其实三四的话，它虽然带一点点小棕哈、小咖哈，但是其实就不会像大家印象里那种，哎呀发黑啊、发欧美啊、显凶啊，不会。它上嘴之后，它是那种有点那种软软糯糯奶茶色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露丝上嘴。而且上嘴的时候那种丝滑感是轻薄的，你看，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有点奶茶调。嘴巴上涂的是我们零三四日晒椰棕，你看这个也漂亮。对，它是好看，还有跟三十一样。这个好刚好漂亮，截图直接当那个封面图好了，以后那个直接当封面图好了。这好看吗？这个好看，这个偏棕一点。对，但是这个棕又不是那种显老气的棕，对不对？它还是会比较提气色的那种。对，偏那种奶乎乎的。这也非常好看，奶茶色会多。这个喜欢吗？喜欢。这个好好看，这个好看，这个喜欢的。下，不用，而且现在也算厚涂了。对，已经厚涂了。厚涂它也不是那种非常非常深的颜色，对，不老气，完全不老气哦，这个颜色很好。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涂那种会老气的颜色。不行，你应该完全不会碰。对，因为那个就是质地会比较重的那种唇釉，我不太会碰，因为这样的话，对对对，我觉得看着嘴唇的质感。讲两句话是里外分层。里外分层，对。这个、而且在它就是粘牙，还有它微粘牙。没有粘牙。对，没有很薄。对，这个很好，这个是三四，三四是偏棕的，宝贝们，三四是偏棕的，但是日常妆也可以涂的那种。但是我还是真的非常非常建议，就是上一个三六三七，三六三六三七，真的，三六三七一定要叠在一起，三七这三七，三七真的很日常。还有一个，剩下最后一个宝宝，三五，看你会不会喜欢，三五好色。这个我也挺喜欢，它也是比较，也是比较粉粉的，粉粉的，好软啊！天哪，我们露丝好宠粉啊！这个贴心的，我们本来没有让它上嘴试，对，我们很心，我们心疼它娇滴滴的小嘴巴。没事，我觉得今天就是每一个都试一下，我觉得大家就会更能买到适合自己的颜色。太宠粉了，太宠粉了，真的很贴心。所以手臂试色带可以截个图，嘴巴试色带也可以截图。这个颜色呢就更嫩了，对，更日常了，很粉。就是去上学的宝贝，就可以，就完全可以。约会的时候，约会的时候，随时
就早我这个人是非常爱涂口红的，爱涂到哪种地步呢？每一次完美日记给我寄新口红的时候，早上第一件事情就先涂口红，因为这样感觉看镜子气色会很好。对，你们用下这个啊。三五来喽，三五号色的话呢叫做邂逅粉霞，粉色系的，它是用奶乎乎的雾灰粉调，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露丝上嘴的一个效果。哎呦好嫩，哇哦，这嘴巴嫩起来了，这个真的好嫩，太嫩了啊，这个好屌哦，这个很嫩，甜美的感觉，这种屌，这个很甜，这个展不展女不知道，但是应该是对，那展展男是肯定的。三六，这个三六呢，就是我这不是三五，这个三五呢，就是我平时最爱涂的一个颜色了。它完全不需要你任何妆容去配合，粉色系，对，就写着你名字的那种粉色系，就写着名字的那种粉色系，嗯，好嫩。而且它是烟粉色，宝贝们，你们知道烟粉色吗？就是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颜色，就它很显的，就是很那个叫什么什么风，纯欲纯欲风，对，它就是那种跟我今天妆其实也没有那么搭，但它完全可以搭得上了。嗯嗯，嫩嫩的，它说日常啊，那种妹妹们其实都可以涂到它。对，妹妹们完全可以涂，因为这个颜色不完了，早知道出那种四支妆了。对啊，早知道出四支妆了。现在其实大家的选择困难已经出来了，对不对？觉得每一个都好看，已经不知道选哪支。露丝要不要帮帮大家？然后我们给大家上一个三支妆，四选三，四选三。我觉得就是三六是必须要囤的。嗯，就我今天来的那个打底色，然后呢，就很多宝宝们说我今天 AI 换脸了，AI 换脸，说不是我本人来的。这个颜色呢，我会觉得会给你之前的妆容一个很大的差别。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本身是个有唇色的人，但是三六呢完全可以把我的唇色给盖住，这个就不像你要去专门买一些遮瑕去遮嘴唇，一个本来就有遮瑕能力的唇釉去给你遮掉唇色的时候就不会显得干，所以这个是很好的。然后你看我用三六然后再叠三七之后呢，它也完全不会干，不会厚重，有时候非常好看。三六三七是一定要的，然后下面那个三五跟三四三五跟三四那个中的那个，对，我觉得就是完全看宝贝们你们自己的选择了，是喜欢偏复古的一点呢，还是喜欢偏粉嫩一点的，我觉得都 OK。因为它那个复古的棕呢，它也不是非常复古。对，喜欢那种辣一点的就带三四嘛，然后喜欢那种甜妹嗲妹的就带三五嘛。咱们现在四选三，那价格的话呢，咱们打下来，打下来，咱们打下来。我们今天价格的话，其实像一支的话是79，两支就是158，三支就是至少237哦。然后今天露丝专属的价格，咱们就是139。来，露丝大气四个字全部打出来，因为咱们就是人多的话，咱们再多加点福利，好不好？好的。今天三支139已经很香了，是不是？有没有？好的，你们别的东西就是咱们再送点儿，咱们再送点儿，有的有的，又开始送东西了，送东西我就开心。哎，下一个要送的东西我很喜欢，是一个，你们有看我前段时间发的那个日常吗？看了，就是我在外面旅游的时候戴了头巾。哦，看了哟，对，我今天拿了个头巾就觉得好适合它。对，然后这个头巾它非常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夏季。这是出了一个丝巾啦，不一定非得戴在头上，可以戴在包包上，也可以戴在我们的脖颈上，可以当做我们小抹胸，对，还可以哦，辣妹嘛那种，对，辣妹那种尾抹胸，对对对，还是小抹胸，然后这个可以搭白 T， 然后搭白 T 加一个这个小领巾，还有一个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把它当头巾了，那种小田园风啊。好可爱啊！这种很可爱，你帮我刷一下，你帮我刷一下吗？说什么？刷一下，帮他拿一下，帮我刷一下。对，不好意思，靠近之后就只想捧着他的脸，只想捧着脸，什么东西听不到。这个真的有点厨师那味了。然后你往后的话，就是你的那种田园风，对不对？咱们直接当个新娘，咱们就直接。
然后还可以就是还可以像我出去旅游那样拴。对，我看你经常就是有这样的，对，可以这样拴，然后围个那个小蝴蝶结什么的。对，也可以像我刚才这样拴。对，包括你有的时候比如说那种淑女风啊仙女一点的时候，你就直接拿个小抓夹把它夹在你那种披发的后面。哎，没错，包括你还可以就是编了辫子，编一个这个斜辫。哦哦，对，然后你把它编进去然后拴在这边，然后配一个 T 恤或者是配一个小白裙都是 OK 的。是的，所以这个丝巾送的非常好，因为夏天马上到了，这些东西是你不今天不想要你一定会去下单的，对，一定会去买的，所以今天就直接送给宝贝们。对，一个丝巾，然后那咱们就是拍一发四楼上云是三支唇釉139再加一个丝巾。对，还有还要送吗？还要送，再来还要送一个小背包。这个也可爱。对，哎，这个也可爱，这个小背包也是很可爱的。嗯，做完就很简单。去哪里了？在这儿。装什么不知道，主要装小可爱。可以装那个小唇釉。其实这个唇釉刚好就可以装进去，然后你的耳机啊一些日常用的呀，啊，都可以放进去。这个包包呢一般就可以做叠带嘛。对，然后像这种可以系带这种，跟刚刚那个包包也可以一起背的。嗯，就是有一些卡呀零钱啊你没地儿放，你就放在这个小包里，甚至说你可以系在那种腰间当一个那种小挂饰啊小挂件是可以的。没错没错，这个很好用。哎呀，所以这个一定可以弄，那就是要139，然后三支唇釉，还要送包包和丝巾。丝巾，哇，啊，给力！不知道老板在不在看啊？给力！不知道老板在不在看？反正咱们今天决定权交给露丝了。139，咱们今天是三支唇釉，然后再加送到一个丝巾，再加一个小包包。那露丝准备接多少单？带赠品的哈。14-15万人，上面还是只让我给300单，15万人，哎，300单啊，15万人，15，但是我们有这么多人，啊，给你加个零，紧张，真的吗？真的吗？3000单，调过来，他要3000，你就要5000，对，他要3000，你就要5000，咱们往上加，咱们往上加，我们也别太过分了，我们就来个3000吧。3000单是吧？但是宝贝们，你们真的相信我，最开始只给300，真的吗？对，只有300。15.5万宝宝，咱们就3000单，300变3000单，是不是？然后这3000单每一单都会给我们安排到，首先就是237的不要，今天是139，然后呢，到手是3支唇釉，再加上一个牛仔的小包包，然后再加一个我们刚刚的丝巾。那我们就准备好，然后大东准备好了吗？链接3000单，准备好了哈，那我们就来上链接喽。好的，来3、2、1，上链接，敲铃吧。来，我们的小黄车，一号链接，刷新权威。这什么口号啊？这小黄车一号链接刷新去拍，因为不是你的链接都是没有赠品的哦。是的，看好链接哦。是的，我们的露丝专属库存上到我们的一号链接了，大家可以自由去选购。露丝推荐的色号是34、36，再加我们的37。那么今天露丝真的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今天很幸福啊，宝贝们。当然我是比较，你们幸不幸福不知道，反正我是幸福到了。对，然后今天的话呢，还有给我们其实还准备了一个小套组，因为它都是自己给我们挑的套组嘛，考虑到大家平常用的一个实用性，给我们组了一个综合盘加上睫毛膏的套组。今天还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今天没有贴一根假睫毛。对，真的。因为就是用了睫毛膏了，因为已经很长了，所以我就没有再用假睫毛了。对，这种根根分明的。所以今天呢，就只是画了眼妆，没有贴睫毛。然后呢，这个呢是一个打底，这个是打底。对，这个是一个打底。就是，它可以帮你定型，对，会更翘嘛。对，因为你知道夏天的时候你出去啊有汗，然后潮湿，然后你比如说你揉一揉这那儿的，然后你睫毛就塌下来了，塌了，对，它就不会定型，所以要用这个先定型，定完型之后再用睫毛膏刷一刷，就会变得很长。而且这个睫毛膏是棕色的睫毛膏，那种翘翘的睫毛，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清露丝的睫毛哈，反正就是我是一根根都看得清，就每一根它都是那种就是根根卷翘，根根分明。这个摄影老师是不给我全景的，好不容易贴得这么近，怎么回事呢？好啦，我们这个后台小哥，我们大东准备好了，这个套组的话也要给我们上一波。
它其实日常价格是258。那今天的话呢，到手三样东西的价格，露丝的价格准备是188，吉利数字是吧？对，188。那我们准备好了哟，就今天是188，到手丹宁盘加上咱们的睫毛膏和睫毛打底，来准备好。那我们再来倒计时3秒钟，3、2、1，上链接。他问正品吗？咱们，你觉得呢，宝贝们？那我们准备上链接了，宝贝。然后现在呢，刷新到我们的1号链接，给到我们的是眼影盘加睫毛打底和睫毛膏的一个套组。这个肯定是正品了，但是今天的价格确实不像是正品的价格了。觉得今天太吓人了。因为今天确实是福利，因为正儿八经他们就给我说300单，但是我们确实这老板太给力了啊，直接我们加到3000单。所以今天呢，要囤的宝贝们就赶紧囤了。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啊，大家互帮互助啊，互帮互助。对，是的，我们刚刚都是3000单给我们大家上游，所以大家自己说心去抢购了，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嗯，然后露丝真的是他很用心帮我们做搭配，因为他挑的不管是唇釉套组呀，还是眼妆加口红的套组呀，还是睫毛膏的那种套组啊，都是大家实打实能用得上的。哦，我嘴上这个颜色吗？嘴上这个颜色是35，35是试的最后一个颜色，粉粉的那个颜色，35。但我今天刚来的时候用的是36，我只用了36打底的那个颜色。对的。那其实包括说这一次给我们的眼妆、彩妆都搞定了，我们还会有一个夏天比较需要的底妆。对，底妆，我们的老朋友底妆了。这个太需要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的新款就是也是丹妮系列，很漂亮哈，这个设计我真的很喜欢，很好看。对，这个你应该之前就很喜欢用它之前的款，对不对？之前在拍戏的时候一直用的是、这个、那种经典包装，真的，它是有带好丝吗？我来，对，它之前是那种经典包装，是白壳子的嘛，然后现在就是有个新款，就是我们的牛仔丹宁系列的。其实这个真的是在你之前是没有上过链接的哦，真的。我们之前直播间卖的都是经典普通款的，然后现在散粉的话呢，上的是我们的牛仔限量款，只有你这里有现货，只有你这里有限量款的库存。这个就我们露丝现在补妆的，就是它透明色的，它是透明的，任何肤质、任何肤色都能轻松驾驭。对，而且它不会加重你的妆感。对，人妆还是依旧的薄，越来越清透，对不对？然后这一款的话，我们也是会有我们的专利技术。来，哑光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夏天时刻就是持久。这，帮你拿着。啊，行。来来来，老师。这里对，咱们就是有专研技术的，因为它里面呢会有一个丝马洛兰那个技术，所以说呢上脸之后它是可以持久的一个长效持妆，经过咱们测试是有12小时。那包括说这一次我们的小蓝锁成分，因为证书有证明它在里面嘛，所以说它的吸油力是可以更加提升一些，就不仅仅整个外包装颜值提升了嘛，它里面的内容物，它里面的抗氧小蓝锁是可以一克就吸附掉24克的油脂。这个宝贝们，这个一定要说的，因为这个是我拍戏的时候必须要用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发言权的一个，就是它不停的去，你比如说，但是它用完之后也不会让你就是就会很容易出油啊，但是我们拍戏的时候确实很容易就是出汗什么的，所以呢，这个补完妆之后再补，或者是你要补很久，它都不会让你底妆变厚。这一点我是觉得是非常好的，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备一个这个，你用了之后你就会来囤的。我觉得今天应该有很多老粉宝贝们嘛，就是这个粉的就是忠实客人们吧，是不是？这个是新的皮肤，新皮肤啊，新皮肤，对，新皮肤限量，新皮肤只有露丝有的新皮肤，只有现在今天才有的新皮肤，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囤一个。咱们今天再准备给大家上播链接。好的。那其实今天我们会多送一个东西给露丝的宝宝，这里有个超可爱的小散粉，我觉得你会很爱它。送个小散粉，就比如说你这个装可爱的包包都可以装得下，还有个小粉扑，来，导播老师给个镜头，这个真的超可爱。对你平时补补妆，对像鼻翼啊这种地方，还没长大就出来打工了。送的，跟着你。咱们今天是买大送小。这个其实就可以补，就稍微局部一点的地方。对，比如说你今天，对，不用像补那么大的，这个很适合我们拍戏用。咱们今天
这个大散粉加小散粉，这个买大送小，也是露丝的专属福利价格，就是139。咱们这款基本上都是看见就必囤了，是不是？是的。多少单库存由露丝来决定，好不好？好的。好的。又到我决定了。又到你了，你看看体脂器上面的300，是不是很害怕？11.8万人。给我改一个你们能接受的数字，3000还加个感叹号是吧？来，好，那加一个零了，加一个零，加一个零，谢谢谢谢，非常感谢。3000单买大送小，对不对？来，准备好喽，那我们大东准备好链接了吗？3000单，非常感谢。那我们倒计时3秒钟，3、2、1，上链接。刷新举牌，这个绝对就是你补了妆，它绝对不会拔干。宝贝们，这个一定要相信我，因为这个我在剧组常用，所以一定要相信这个，它一定不会拔干，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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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粒，就是完全不会补妆之后有妆感，不会觉得厚，你不管是补多少次都不会觉得厚。我其实刚刚在你上这3000单的时候，你还记得你今天上那个3支妆唇釉上了多少单吗？300单而已。300的。糟，就是我已经不记得你上了300还是3000了，直接被卖空下架了，宝宝。是不是？我刚看很12.2万人，刚刚很多宝贝都在说那个唇釉已经买不到，就3支妆唇釉的链接。那我们就可要做一个就是丹宁女孩了，因为很多宝宝说丹宁女孩唇釉买不到，对不对？来，宝贝，刚刚露丝的福利是什么？还记得吗？130种，几支？3支。然后我们刚刚露丝的专属赠品是带一个牛仔的链条包包，再带一个小丝巾的。然后今天是拍一发五，139。再给大家没有抢到的宝贝反应波长吗？哦，还可以。咱们今天就是可以补货。好，准备补多少单？这个也是由你决定。对，你来决定。空白，我告诉你多少。让他去工厂做。让你整理。是的。下播之后去工厂做吗？对。下播去打工。马上下单。我们再加个2000，好不好？2000单。2000。来，宝贝，2000单。12.2万人，2000单是吧？可以吗？嗯。可以。这个宝贝们，这个真的，如果你们有宿舍的好朋友们，你们就一块囤。因为这个比你平时买单只划算太多了，今天，所以你们马上要夏天了，我不相信你们不买口红。买，要买就找我，好不好？可以，要买就找我。认真来讲说，第一不拔干，第二那么丝滑，第三这个几个颜色这么适合，就是夏天来，天，而且这个限定皮肤，它是蓝色的，超漂亮，超级漂亮，而且它是名片，还是我们之前的名片款。就你要塞包包什么的很方便，所以这个你一定要信我，我拍戏都是涂名片唇釉的，你要信我，多少年了，所以今天囤这个完全没问题。哇哦，可是这个就是完美日记唇釉，认准谁？找露丝，认准露丝。对，真的，你们用唇釉，因为这些东西全都是绝对是我用过的，我代言的东西一定是平时自己用的，所以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你看。你拖了这么久也完全不拔干，嗯，这个不是那个润的，因为之前我们不是出那个玻璃唇釉吗？它那个是润的，那个润的我就不告诉大家说不拔干什么了，嗯，它就是一个，叫什么呀？哑光丝绒不拔干，嗯，在夏天的时候哦，嗯。你不要囤，信我，信我，信我，2000单没了啊，没了，2000单没了。那先说收工了，谢谢大家。要下班了，下班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弹出来多少单，刚刚弹出来已经8555了，8555。来，宝贝，我们最后真的这个活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宝宝。我们就可能说那个唇釉套组已经给他加不了了，因为他放了8000单出来，已经没有了，宝宝。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只能说给大家再安排点别的小福利吧，好吧？我们刚刚我们再拍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你比较推荐的那个套组的话，咱们今天的眼妆还能不能补一点？因为他们唇釉已经拍不到了嘛。嗯，眼妆加唇釉的套组，那我们就囤一个我今天的妆容的这个丹宁盘啊。我今天的妆是用这个丹宁盘，这个盘呢，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可能有新来的宝贝们，它里面是有加我们那个防水技术的，就加我们的散粉这个技术，加在了眼影盘里面，所以夏天的时候是完全不会脱妆的。还有一点呢，它就是丹宁盘，这个盘非常漂亮，就是牛仔女孩牛仔盘，今年不是很火吗？牛仔系列。而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这样，就像你看我刚刚一直补妆，它是可以用手拿的，这个设计我非常喜欢，很方便。对，你不用再放在任何地方了，你就是可以直接这样补妆，直接这样用，就是直接可以用。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你们不用去买腮红，也不用去买阴影，什么都不用买，它一盘里面全都有，一盘到位，腮红、阴影、眼影、高光。全部都有，全部都有。咱们差的唇妆是不是也到位了？对对，唇妆也到位了，是眼影加唇妆。对对，价格是我们的，价格是188，还送包包。来，宝贝，最后这一波露丝专属的护唇眼影盘、综合盘，再加我们的唇妆、全脸妆容到位，再送一个价值188的包包。来，准备好这个套组的话，露丝给我们加多少单返场？咱们再来几单，12.6万，一千单好不好？一千单了哈，我们加1000单好不好？他们做1000单，我们大东还有没有1000单箱货？可以的，1000单。好，行，来，那我们准备好给他上链接喽！来，3、2、1，上链接，超龄。来，小黄车1号链接，刷新去嗨。抢到的宝宝们就恭喜你们啦！抢到了宝宝，恭喜宝宝，也感谢大家。送太多东西了，今天送太多东西了，真的完全太香了哈。对，而且全都是你能用得上的。对，这个包包也非常百搭，它不是那种我们比如说有的时候送点购物袋啊什么的，送回家闲置在那里。对，那种完全用不上。像这种包包是正儿八经的包包哎，你买都是188哎，今天188还要送眼影盘加唇釉。相当于你是买个包包送眼影盘加唇釉，可以理解为买包包送化妆品，可以理解为买化妆品。对，没错，真的感谢那个露丝对我们一切的支持，谢谢。为什么今天会这么多香香的价格、香香的机制、香香的赠品？感谢露丝对我们的支持，谢谢好不好？谢谢。来，今天真的给粉丝宝宝们送了很多福利啊，然后也是啊，给我送了很多福利，啊，真的很多哈，羡慕哈，因为我上一。我最近的新戏不是在播吗？后浪。上一次完美日记直播就在后浪，我正在拍后浪的时候，已经整整一年了。对，那会我刚好在拍后浪，所以去年的五月份。对，今年已经后浪已经在播了，所以就很巧。对，真的，那就真的整整一年了，谢谢完美日记，谢谢，真的是一直陪伴着我们在成长的感觉哈，已经好几年啦，好几年啦，几年了，那就开心。我们和直播间的大家就一起祝露丝就是整个事业也越来越顺利，然后陪伴了她每一步的这个成长，然后也跟我们一起就是互相的成长吧，好不好？共同的进步。那希望她越来越美丽，然后呢，谢谢小小，天天都开心。谢谢小小。那么就请大家就支持我们的后浪。谢谢，感谢。送花了，哇哦。那么就是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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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时刻，那我们就要跟大家拜拜喽，宝贝们，拜拜了，宝贝们，卖完了是不是？好，可以走了，咱们今天就是收工喽，收工了，拜拜，我们的露丝拜拜喽，拜拜，露丝你要继续是吧？拜拜，拜拜，好，拜拜。